大车，你看不见瞎呀？不好意思，停。下次注意点。你好，先生，这里不让停车，请你停到车位上。你个臭保安，我就停这儿怎么了？一会儿呀，我要跟你们李总签大合同，耽误了，你赔得起吗？麻烦你们挪一下车，耽误你们两分钟时间，谢谢朋友们。你个臭保安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想让我挪车？把这捡起来。你真天真啊，你还真捡呐，看你那一脸疙瘩豆真恶心，好狗不挡道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李总，你快去签合同吧。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来，你快去拿这个把脸洗一下吧。李总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咱们公司最新生产的羊奶蚕丝蛋白精华皂。它打出的泡沫不仅温和细腻，并且还能拉丝，可以控油洁面、除螨抑菌、清洁脸上的黑头和粉刺，就算是敏感肌、痘痘脸都可以放心使用。洗完脸感觉滑滑的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。对了，这个可以洗澡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如果屏幕前的你们也经常熬夜，不注重清洁，导致皮肤暗黄、出油、长痘，鼻翼两侧长满了黑头和粉刺，脸上长满了痘印和螨虫，就可以使用咱家这款蚕丝皂来清洁你的皮肤。只要现在点击左下方，只需29.9元，拍一发三，并且还包邮。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需要，快点击左下方拍一单吧。嗯，效果确实挺好，我赶快去多存一点。我就喜欢你这种负责任的态度。对了，你们保安队队长的位置一直空缺着，明天你就去人事部报到一下吧。李总，这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谢谢李总。你们李总怎么还不来呀？这合同还签不签呢？您就是李总啊？刚才真是不好意思。你先下去吧。没事儿，坐，坐。李总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跟您签合同的。好，合同给我看一下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门口那位保安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呀着急跟您签合同，楼下那个臭保安一点脸的劲儿都没有。您看，合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咱们今天就签了吧。你们两个现在马上把合同给我捡起来，如果捡不起来，咱们的合作到此结束。李总，李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耍我们呢？我告诉你们，第一，任何职业都是值得被尊重的，就像你们今天找我签合同一样，人家保安履行让你们停车的职责，有错吗？第二，你们明知道今天是来找我签合同的，但是你们是怎么对待这份合同的？你们一点都不懂得尊重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那我今天也不需要尊重你们，这份合同我不签了。李总，你就把这份合同签了吧，我们两个还指望这份合同翻身呢。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先做人再做事，你们连最基本的做人都不会，你们的公司迟早会被你们作废的。李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们趁我没有反悔之前赶紧走，要不然我得打听一下和你们合作的公司到底还有谁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给我出去！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，困在其中，却找不到。